好，那现在呢，在现场我们要访问的是今天关键一击，后来还加上了一支安打的阿浪曾兆航。相信阿浪哦，经历过前面的青农的二连霸，36岁打职棒第14年，心里面应该百感交集吧？今年转换了一个东家，一个新的集团来帮助你们。心情真的是就像你主播说的啦，百感交集。不过，我想一个。我们新的球团就是一联集团很用心在经营这个球队，所以球员都能感受到球团的用心。我想每个人都每一场球都是尽心尽力在打球，我想成绩就展现出来了嘛。对，一定会让你们觉得心里更确定更踏实了吧，从去年到今年。我觉得不管哪几次的季冠军或总冠军都是一样的很兴奋啊，就是很爽就对了。对啊，好，谢谢阿浪接受我们采访。